So basically, 他的 procedure 就是很简单，你 set 一个定钱，然后等我起床，然后你 OK，然后你就签这个 MD，签 documentation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等到 approve，然后其实就哦就是这样子，真的很简单的，你不用讲要花很多七七八八的费用都不需要，真的不需要，就是把一个 booking fee 来提好，哎，定金就2000块。上个礼拜就是有一个发生嘛，就是一次性嘛，在里面的时候，你们也就是讲他的 view 来来去去是那样。就是那样，所以说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说二楼跟三楼就看到二楼跟三楼你们选哪一楼，这边呢，我这边给你们知道，证据后 UNI347。